们首先呢，我先来介绍一下，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，在我的最右手边，最右手边呢，他一直是整个乐团在后面慢慢的付出、慢慢努力的，因为大家其实不太认识贝斯，他的贝斯其实有五条弦，他在后面偷偷弹，弹错不会有人知道，所以都说，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大家给他一点掌声，好不好？一点掌声，鼓励他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在我的身后呢，这个人物也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每次在他表演的时候呢，非常非常精彩，终于换他 solo， 大家都让开一条路的时候呢，听着他就觉得时候到了，钢笔一喷出来，人就消失在云雾之中。他也非常非常可怜，照片非常少。他是我们这一团唯一长头发的男鼓手，林晨宇。来，在我的左手边的是嘉耀的超级星星，他今年是一年级，然后被我们拿刀强拉着来表演这边。来到这个表演现场，我们的李义轩，我们的电吉他手。接下来呢，在座的各位呢都是吉他的这个入中高手，但是我的右手边这位呢，他也是某一项专长非常非常厉害，从来没有看过他可以把打电动跟吉他练琴这件事情兼顾非常非常好。他是我们的吉他手李兆元，掌声鼓励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唱歌那个我们的参赛者比主持人话还多哈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这一团的主唱，我是十一哲。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林先生的上台。Thank you.